我知道，然后我盖这个盖子的时候，我第一下我只想去看一下。我看见了，因为我在后面站着，他说我没盖严。他说你没盖严，我说你怎么左叮咛右嘱咐。 最少人的室外了，里面还这么多人，里面都坐满了。上一次可是这个 deck 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太夸张。王建航差点就想买这个小猪了。 王讲听到别人在拉二胡，想要去竞技一下。比他们那些拉的好多了，有点水平啊。我们在维多利亚吃的第一餐，这个早餐店超级 local， 超级白，只有我们两个不是白人，其他时刻都是白人。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多外国人的地方。现在来到了一个 非常野的山叫 Ovaldi Mountain， 然后上面有一个秋千，我们准备上去飞一下无人机。看了一下 Google Review 说大概要爬上去30分钟，爬下来30分钟，然后说很慌，很没有人，有点害怕，希望不要遇到熊。我身上只有防蚊喷雾，其他来什么动物我都防不了，不想在这里见到小动物。这也太野了，这个山。 上来了，一共走了17分钟，还是很厉害的。但是我一路又喊又叫又唱歌了，实在是太害怕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看这个树，叶问曾经在这里练会了咏春拳。 那叶问长得体型有点大，这几根树枝至少有4米。我们现在到了第三个景点，马拉海德。马拉海德，Skywalk，吓死我了！一进来这个景区就有这种树还是根雕啊，做的这个狗还是酷狗，救命！ 好 creepy， 我不喜欢这种雕塑。干什么呀？我不懂这个艺术。你看，就这树上突然来了一只。哎，我以为是爬楼梯呢，原来只是走路上去。我等一下，这个滑滑梯是可以坐的吧？那我等一下坐滑梯下去。 我才3岁，天上有一个悬空的网，这个有一点吓人。
拜拜。拜拜。滑下来了，还挺好玩的。中间有一段还挺快，但是好快就结束了。嘻嘻，这个景点推荐。想吃的意大利餐厅全部都要提前定位，失策了。结果最后来吃韩餐。OK, thank you.现在是星期天了，是我们旅程的第二天。我今天非常的激动，因为今天是我最期待的行程，要去观鲸。今天虽然有一点阴天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鲸鱼是喜欢晴天出来还是阴天出来，所以就 hope the best。 因为今天的那个行程是说要出海3到4个小时，然后包你看到鲸鱼，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他就再带你出去一次。我很害怕会晕船， but we will see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我也想要这个设备。有一些小岛上面有很多很多的 sea lion， 船长说这个叫 rock sausage， 都在睡觉，我的妈！看完鲸鱼回来了，我们今天收获还是颇多的。其实只看到了一种鲸鱼，就是座头鲸 humpback whale， 来来回回都是它在那边飞来飞去。只看到座头鲸的1/30，是，然后没有看到虎鲸。有时候虎鲸会在比较近海的地方。我的天哪，我们现在来吃 fish and chips， 你看这个队，这是不是夸张了？可能坐得快吧。等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到我们了。怎么说呢，这个汤有一股泰国味，好喝，好暖，我好冷今天。三文鱼的 taco， 然后点了一个比目鱼的炸鱼薯条，还有一个这个白鱼，我觉得也是比较肉感的鱼，应该也是比目鱼，还可以。这家店叫 Redfish and Bluefish， 在 Google Review 上如果你搜Fish and Chips 的话，这一家店是第一。你只要来到这里跟店员说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这一单就会免掉，就会免单，欢迎大家来尝试。他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。吃布朗尼。
今天早上早早餐的时候想吃 gravy biscuit， 但是那个 jam cafe 实在是太旺了，要排好长好长的队，我们就想吃中餐，结果去了两个米线的店，今天中餐都不开门，因为今天是长周末。可是这是我唯一一次遇到中国人的餐厅都不开门，外国人的餐厅都开门的地方，太神奇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 Shenzi Cafe 专门吃 biscuit， 要看一下怎么样。更神奇的是在小红书上面这个店一篇帖子都没有，可是它 Google Review 4.6 分，很神奇。这边是炸鸡和 Jalapeno Gravy Biscuit， 这边是 French Toast 的 biscuit。肉真好吃。现在在 Royal Road University， 这里有一个景点海特利古堡，还蛮好看的。天哪，有白孔雀，我没有见过白的，这是公的吧？哎呦，王建航为了要给我拍一张照，要让我走到离他超级超级远的地方，然后拍一张远景。这个远的我都不知道在哪儿，能不能找回他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找到了这个小塔，但是我找不到王建航了，很无语。王建航在那儿，气死我了。这个花园看着近，但是弯弯绕绕的一大圈。我倒要看看要拍出什么照片。我在这里搔首弄姿了三下吧，他就说拍好了。看出来我有多远了吗？真的很远。你放到最小别动，放到最小就别动，是一个点儿。我在不在那儿有什么区别？大片